欢迎回到 Tech Cast Drive， 我是 Angus。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新车的 launching 啊，这辆车呢是我们频道里面最贵的一辆车 ，McLaren Artura Spider， 它的市价是340万啊，目前是我全车里面最贵了，都带你们进来看一下。现在是2:30了啦，过2:30这个 event 会开始，他们会开始出来讲话。这边的音乐有一点吵，我要讲录 vlog 给你们看，我会尽量啦，不容你们听到我的声音没有？这样子应该听到了。好，这边的音乐真的是太吵了。现在这个是 McLaren 的 CEO。OK， 现在呢是全部人都可以去看这个车了，但是很多人啊，现在给你们看我的 point of view， 我的 POV， 看他们拍。我们在等机会坐进去那个车里面拍给你们看。我们现在坐进来这个车，有人看着我，但是我不 care。我们来看啊，这个 screen 没有的换，它不像那个720样子可以 flip 下来。很简单，一个 touch screen， 这个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Wireless， 然后这边有一个 Wireless Charge， 你可以插你的电话在那边，然后你下 track 它也不会飞走。就 steering 没有 button， 你拍的 shift 了，就这样简单。喇叭是 Bauer and Wilkins， 这个椅子真是一流。OK 啦，我下去给他们看。哎，那你拍啊？对，这个 rim 是什么 size？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 rim 是19寸嘛，不是很大力，23、35、19寸。Carbon ceramic brakes， 后面的轮呢就是25、35、20寸，比较大力一点。这辆车哦，它是有整套的这个 full ADAS system， 就是它的这种 driver assistant。所以你看到它四周围啊，它 side mirror 有镜头，它的这个前面 bumper 有镜头。360都有镜头啊，所以这个是一辆 hybrid 敞篷 supercar， 它又快又有力，然后又是一辆很好玩的车。0-100 3秒，0-200 8.4秒。这辆车哦，它是没有 spoiler 的，你看它的后面这个机盖啊， engine 盖是不可以打开的，因为它就在这个 roof 的下面，如果你要打开机盖看 engine 啊，但是这个车不可以哦，这个车是 when 你要 service 的时候，你打开这个 roof， 你要整个拆下来你才看到那个 engine 啊。然后 McLaren 最厉害的就是它的 aerodynamic， 其实他们设计每一个这种线条都是有原因的，好像说这边它的风进来，它会全到进去这边了，然后这边风进去，它会这边出来了，去 cool down 它的 gearbox 啊，然后这边也是有个 air vent 进来啊，它的这种 aerodynamic 的这种 air vent 啊，这种 air intake 啊，做到很好啊，他们设计到很好，所以它的车很快就是这个原因。你们看一下它的后面的这种流水的线条啊，哇，真的是好性感，好性感的屁股。平时我们看很多跑车后面会有 spoiler， 是不是？这个直接就是好像一个 duck tail 这样的东西，它没有的升上来放下去。
然后它后面这个是它拿来散热它的 gearbox 的咯，这个东西，这个是进去里面，然后散它的引擎的热度的。后面这个 spoiler 的洞就是拿来散它的 muffler 的热气的咯。整体来讲啊，它后面整个后面的设计就是拿来散它的热。它的引擎的热度，还有它的 gearbox 啊，全部这种散热的这种洞，全部都每一个都有 function 的。前面有一个雷达，在我前呢看的第一个 media launching 就是这辆车 McLaren Artura Spider。就这个 hot top 是一秒从关到开，然后你可以走到50 km/h 的时候开这个 hot top 的。我们试下关那个门，你看，哇 ，soft close 的门啊。所以你看它有很多小细节呢，比如说这种 aerodynamic 啊，它把那个风直接割去后面这样子啊，所以你坐在里面，你的头发应该不会乱，因为它是一辆 PHEV 嘛，它可以 charge 电，它 charge 满电它可以走33公里，然后那边是打油了，打油，在这边，这辆车是340万，就是3.4 million 马币包买税了的。说你们会买吗？你们 comment 在下面给我知道。我是会买的，如果我有这个钱呢、我一定会买。我什么车都要买，不要问我什么车好，什么车不好，假一直才做选择吧，什么车都要。我们现在进去副驾驶位置来试一下，看这个副驾驶位置啊，好不好坐？我们关门 ，rest。可以放到一点点东西，但不是讲完全碰不到了。后面这个椅子没有的调，看我一个人坐在里面是刚刚好。哇！可以，首先这个椅子呢就很舒服，刚刚好，不会太硬又不会太软。这个也不是 full bucket seat 啦，可是它就可以包到你很舒服咯，不是那种很紧那一种，可是是刚刚好的，高度也是刚刚好。我175cm 嘛。刚刚好到这个顶，然后呢，这边有它的 power mode， 你看它的这种设计啊，它坐在这边就是因为它要你抓着这个 steering 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指去调。然后这边也是有，这个是你的 traction 的 mode， traction control， 你要它的 traction 去后面还是去前面轮，这边可以调，直接在这边调啊。你抓 steering 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从这边调了，大眼睛在那边哦。这个 screen 很简单，它的东西都很简单。现在他们准备要关这个车顶了。所以我是坐在车里面呢，顺便看一下，他们全部在拍，我坐在车里面，等他关了。啊，来啊来啊来啊，他们是有 remote 那边可以关。看一下它前面的 bonnet 大不大？你看，你可以其实放那个 mid size 的 luggage， 在这边有一些 socket， 超酷 socket， 有一个灭火筒在那边了，所以还是可以放东西的。刚刚下大雨，忘记拍 ending， 所以现在补上一个 ending 了。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来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还有 like 买我的 IG， 谢谢。然后下个影片我们再见啦！如果你们喜欢我在做这种 car launching 啊，这种 new car launching 或者 car review 的 video 的话，你们可以 comment 在下面给我知道。So 就这样子啊，下个 video 我们再见啦，拜拜。